左边是中研院人社馆，哇，好高哦。以前小时候常常来这边玩，但是因为没有地图，所以也不能走太远。现在长大了，有地图，但是却没有时间来玩。中研院国际会议厅。开始要往上走了。这就是小时候的感觉，小时候的味道。小时候常常到山里面来去抓蝉。哇，这里好漂亮。这些竹子都很久了，这个路我从来没走过。